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闲鱼漫画。狗狗和人类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亲密的，于是一时间选择饲养狗狗作为宠物的人开始变多了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，狗狗对于小宝宝更是十分的温顺呢。不信的话，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吧。可以看到，小宝宝居然直接睡到了柴犬的窝里面，同时柴犬也正躺在里面。但是柴犬面对靠在自己身上的小主人，表情依旧很平静，任由小宝宝在自己身上动来动去，柴犬都非常的淡然。还有的柴犬在看到小宝宝正自己坐在地上吃零食之后，柴犬试图想要趁机抢夺宝宝手中的食物。柴犬刚想要行动的时候，宝宝恰好用手挡住了柴犬的头。就这样，柴犬的计划被扼杀在摇篮里面。但是被食物诱惑的柴犬依旧不死心，两只眼睛依旧死死盯着宝宝手中的食物。小宝宝却对此视而不见，哼，坏狗狗，就不理你，谁让你抢我东西来着。但是总而言之，狗狗对待小宝宝还是很友好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什么看法或见解，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。